有有有，这个冲撞感，这个奶泡加茶。你的嘴巴倒是。他就是这样。今天是那个 preview， 就是 influencer 去的一天。Open my eyes, I slept through the day, slept through the day, feeling uneasy, I push it away, push it away. Last night was fun, don't feel like today, feel like today. Let's do it again, let's go on a date. 来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哪里？耳湾第一家喜茶，第一家喜茶，原本应该是西岸第一家哈。对。被赶超了，没想到现在是耳湾的第一家，还是耳湾第一家？对对对对对，身为耳湾的这个老板的店东的设计师，对对，然后还有 broker banker， 全部加在一起的身份下，我们尝鲜一下，尝鲜一下，对对，今天还有很多 influencer 都过来，然后刚好是开店前。9号，8月9号，对，8月9号的前一天，8月8号，喜茶好像规定。就是大家来喝这个，顺便去帮忙宣传一下。选这个设计概念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喜茶的设计概念，它是用木头，对，很干净啦，很干净，很纯粹，对。然后它的 logo 就其实很单纯，就是非常抢眼，喝饮料，对，对对？那看起来不错啊，是不错不错。那等一下我们试喝一下，然后再跟大家讲看怎么样。这些板材都是喜茶总部会寄给美国店家的那个客制板块，所以我就直接安装去就好，所以就方便美国这边的工程队施工很快。然后包括它这些东西，如果在美国找一样东西的话，很难找，而且很贵，所以这个是喜茶总部会跟这些人提供的一些很棒的一些支持。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错不错。所有的 everything， 现在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国内来的，全部都国内来的，全部国内都是喜茶送过来，就是全部弄好，统一规格。对，然后里面看到的这些天花板、招牌，全部都是。你们的 cheese squeeze， 谢谢。喜茶不需要用吸管喝，旋转杯盖，旋转杯，大口倾斜，两横一撇。对，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 logo 上面的？是的，没错，我们灵感就来源于这一杯茶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就是这一杯茶，就是这个。哇，太棒了！所以我们今天好。然后我刚刚也找到我2019年喝的照片，一定要喝到这个酒谱。对，这样。这个照片可以给我吗？OK， 我们自己创造一下这个照片。对，这是一个胡子的，一定要喝到有胡子。那我们就胡子。OK， 旋转，旋转。然后呢，招牌动作，招牌动作是？哎，对，这样子。Ready？ 可以。好。哎，有有有，这个冲撞感，这个奶泡加茶，你的嘴巴倒是，它就是这样子啊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真的很有冲击感，我靠。奶盖跟茶两层一起喝，真的还不错，真的不错。果然是喜茶，对，真的好喝，这样蛮好喝，受不了。来，好啊，今天就成功，成功了。下一次我们再看哪里再去走一走。对，好的 ，Let's go。Good。耳湾第一家喜茶明天开幕，开幕之前呢，来个home delivery。嘿嘿，耳湾第一家喜茶还没开，先尝鲜。谢了。Hello。刚刚那个，来斐哥家里送这个喜茶，黑 T， 明天开幕。刚刚去那个就是试喝了一下，然后顺便带了两杯，一起 share。